我記得我中學時期咧，都仲係好興傾 ICQ 或 MSN 啊咁嘅。咁放咗我翻屋企咧，通常都係透過 ICQ 啊、MSN 啊同其他同學傾偈啊或者聯誼啊咁。咁我記得有一次咧，就有一個自己中意嘅男仔，其實都算係暗戀嘅男仔啦，因為佢就唔知我中意佢嘅。咁佢就透過 ICQ 想同我分享一首歌啦。咁佢就想話俾我聽啊，呢一首歌咧，其實咧就講緊佢同佢中意嘅女仔之間嘅關係嘅。因為佢中意嘅女仔就係男朋友啦。咁每一次佢中意嘅女仔同佢男朋友嗌交嘅時候咧，就會揾佢訴苦。咁佢就會少少有一種開心嘅感覺。咁所以佢就覺得自己好似有少少好變態咁樣，咁佢就覺得呢一首歌咧就啱啱講中佢嘅心情，就係、是、心寒呢一首歌。咁佢就想透過 ICQ 分享呢一首歌俾我聽啦。咁我聽完之後咧，我亦都覺得有少少變態，因為我覺得啊，都好似講緊自己咁樣，但係就係唔開心各方面。咁所以其實呢一首歌，我覺得唔同嘅人聽咧，都會有唔同嘅共鳴。咁所以喺呢一個情歌集入邊咧，我就揀咗翻唱鄧健雲嘅呢一首《心寒》。